追的比较有一些暗暗的小画。最后是菲尔的作品，刚才拍的这个。欢乐的样子。这个画室里面大部分都是十八、九世纪的作品，这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作品。人物画，现代人已经很少画这种人物画，啊，画中还有画，很大的瓷瓶，这幅画不知道是谁的。相当新的描述，可是这个不像那个雷龙舞的那么人体的颜色不一定能够掌握的那么好。这幅画是希伯作品，因为上面有投射光，所以中间会特别亮一点。这幅挂在最大厅的最里面的最大的墙壁，可能是他们镇厅之宝吧，非常大的一幅画。拍到很后悔，就能够全部拍得到，好像是也是最后的晚餐新版。下面这个人头 Jim 把自己做得很像，除了他的眼睛太蓝以外。这个也是 Perrier 的作品，就是应该是描述埃斯皮塔，现在这幅画是很多的画家在这边贡献又太亮，然后就是又是 Colin Gustav Colin 的作品，然后是斗牛场的情况，蛮有西班牙的那种风格。这里都是他的作品，这几乎蛮不错的。
这是看的杜远的作品，这个作品的色彩很平，这个没有很对比，就是描述一个月亮，还有风车下面的景象，题材蛮特别的。有好几幅是布莱顿的作品，这一幅看起来蛮特别的。他对那个云跟草的颜色画得很特别。那边左边有一群人穿白色衣服。这幅风景画也是他的作品，蛮有立体感。那个属于印象，这幅也是他的，可是画风就不太一样，因为要反光。色彩的用法，云的话那都不太，天空都不太一样。如果很画很大的话，壁的画画在墙壁上，这也是他的作品。再回顾一下进来的楼下最大的一幅画，这样看起来会比较。